实实在在去了解着《法华经》内底真实意啊，所以拢比《法华传》啊，卖着搁再问啊，再退话是讲搁问啊，问啥问经中吼，迄、那个意思啦吼，是讲诸大仙文乃至菩萨皆尽书用度量，不能切合理。咱今天是刚到家，好是特别晚哦。咱今天开始念佛啦，再退话。在客文经文经文诸大声文诸大声文乃至菩萨乃至菩萨该尽书用度量该尽书用度量不能切佛地不能切佛地金灵欢呼金灵欢呼但我自心便明佛之地见，自非上根，自非上根，自免依报，自免依报。由经说三请，由经说三请，牛鹿牛车，牛鹿牛车，一白牛车，二白牛之车，二白牛之车，如何区别？如何区别？缘何相？在谁开始？也在。
事来演讲，来菩萨地，牛车就是菩萨，地牛车就是佛，吼、哦，伊的赞处是安尼分，啊，所以呢，伊家己问讲吼，啊，愿何算呢？你会当吼，慈悲开示啦，吼，开啊六祖的来开示啦，吼，来咱看一面吼。诸佛，应以分明，应以分明，汝自灭悲，汝自灭悲，诸三圣人，诸三圣人，不能切佛地者，不能切佛地者，愿在度量也，愿在度量也，饶以尽思强推，饶以尽思强推。专家贤愿，佛本为凡夫说，佛为佛说，佛为佛说，处理若不轻，不轻信者，处理若不轻信者，将他退学，将他退学，诸不低，诸不低，坐客白牛车，坐客白牛车。平湖门外，密山车，密山车。哦，咱就是来讲吼，啊，经中吼写得足清楚的，啊，你是安怎吼，家己吼会预防，就是讲吼无清楚，是你家己吼，较迷昧就对啦，吼，是你家己的问题啦，吼。啊，伊讲吼，做三心念，三心念就是讲下心、中心、上心啊。哦，来这分这赞处啦，吼、哦。是安怎伊无法通切佛地呢？就是犯二戒呢。度量，度量就是吼，上上济啊，所以来讲了伊一尽思强推啦，就是上愈济，愈集思广益，啊，愈走愈远。所以吼、哦，就上上济啊，然后再来讲犯二戒啦，就是讲袂使，就是当下你清净，那你就进入了阿佛的本体啦。咱家己嘛是安尼哦，你想想侪，我想足侪，所以有当时吼，咱若做咩代志啦，时阵有人讲，啊你想想侪啊，吼、哦、你若简单一个颠倒吼，代志颠倒较了解，吼、哦，伊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想足侪，你咧了解到你家己本身迄个不行，愈走愈远啊，吼、哦，所以讲专家下管啊，颠倒吼走愈远啦，吼、哦，因为这个不行呢，是吼、哦，我咧。佛地呢，不是咱用的吼，头脑咱想的，用嘴的咱来讲的啦吼。这是一种呢不可思议的啦，所以就做伊的意思就是安尼讲，讲袂使你家用头脑来想，还是用嘴来议论的啦吼。迄种是一种言说，一种的言说，无真正信一点实相的本体啦吼。所以讲吼，无迄个讲落入了思量，就是也是落入嘴讲的迄种是。愈来愈愈离咱的佛性，愈离愈远啊！吼、哦，即嘛讲佛呢，吼、哦，伊即来讲佛本为凡夫说，就是讲佛这个名称呢，吼、哦，本来是吼应凡夫咧讲，吼、哦，佛是应凡夫咧讲，吼、哦，唔是为了讲修就了这些万法的各家讲，是甲咱凡夫咧讲，吼、哦。已经成佛啦，已经一个圆满的觉知啊，吼，不是咧为讲，是为咱讲，吼。你讲处理呐，无要相信，这种道理，如果你呐不相信的话啦，吼，你讲吼，会使离开，这敢若亲像伫咱附近的油画画画间啊，我是无看啦。敢若油画画间内底吼，迄个讲迄个啥，世尊吼咧开演这个迄个法师经的时阵，敢若画画间啊，结果呢吼。伫倒行，伊认为讲吼，我已经修到安尼啊，所以你搁听到上心的法门的时阵呢，听袂落。我已经修到，所以伊只就是从安尼讲，你若如果唔信的话，你会当离开。啥物会来讲会离开？因为你听落，你心已经有底袂落啊，啊底袂落，但是颠倒对你来讲，颠倒无好处。所以，我呢就是慈悲。哦好啊，你若相信吼，这种道理你若相信。你意思讲，我咧甲你讲吼，你就是三十二
升到佛一种的地位，安尼讲出来，你无相信的话，就是因为你想上济，所以呢，佛不为凡夫所，不是为佛所。那安尼你无相信这种道理的话，你会怎离开？会怎离开呀、啊？哦，所以阵啊吼，伫迄个迄、那个记载啊吼，佛有五千的弟子吼离开呢，迄种阿弥陀佛离开呢，但是佛伊嘛无安重要，为虾米？因为呢，伊会讲吼，啊，互你离开，开你来当电道好，愈来愈硬，甲你倒落来，你听袂落。咱听经嘛同款哦，咱咧听经文嘛同款哦，咱一定爱把咱个心放空。你若心家己有我的五见伫即内底，你听袂落。所以你若放空，所以无法听一个吼，说文字讲师讲，无论你听啥物讲师咧讲，你一定爱先把你个心放空。就是讲，这个杯啊，你爱内底无底水，无底地，吼、哦，安尼浅浅浸地落，底下落。如果我已经让地底完啦，伊要搁来底刚底落，底袂落，灌出来，吼、哦，一直灌出来。所以同款，咱咧听起来同款。所以呢，伊才会讲，这种道理，如果你若相信，你会当离开，安尼吼，对你会倒好。所以讲，诸佛地坐同地有车，应无问话是三车。唔知影讲，咱已经坐票，就是讲坐着了，这第五车，就是讲你已经了解你家己有一个有性，有法度呢吼，载着家己生活，甚至搁有法度载着兄弟姊妹离开苦海。你看哦，咱各位亲戚，咱今仔所修的，就是道地搁道理，然后这是菩萨道哦，所以咱就请啦。坐票坐火车哦，咱有法当家己生活，甚至阁有法当度化兄弟姊妹脱离生死苦海哦。可是后边来讲，因无门话是三车，所以呢，唔知影讲伫咱这个心性的法门吼，这个上好个，伫基督真如世界，已经上代表，因为这就是咱的生活一定爱着了解着一真法界，真如世界。这个物件才有法当成分。啊，结果呢，你已经是上好的啦。结果呢，搁提倡问话，又做主变哦。以前你搁提问话，你是三车，三车叫做啥？有迄个讲啥？洋车、独车、五车，意思讲一个一个来，吼、哦，是安尼吼，三车哦。空经文，文向路路灯哦，明向逆灯，明向逆灯，归佛性，归佛性，无有无性，无有无性，若即若三，若即若三，乃至无所方便，乃至无所方便。种种因缘，譬如言俗，譬如言俗，是法界为，是为是法界为，心故，一回心故，如何不信？你何不信？三车是假，三车是假，为色是故，为色是故，一心是实，一心是实，为金是故。为金是果，一心是实，这个重复哦。一心是实，知教逆，知戒为实，知教戒为实，为实之后，为实之后，亦为实亦无明，实亦无明。哦，这样就是讲呢，经文已经跟咱讲吼，一无心啊，吼啊有。第三吼，是讲咩？即讲的吼，是讲上心、中心、下心，即种种的比如拢就是咧呐，循循善诱啦，吼，循循善诱，对你对下心、对中心、对上心，循循善诱到最上心，就是要你心骨啦。所以如果咧声，就来去讲心，吼，咱做会到，吼，听无，吼，听无啊。所以呢，就是甲你讲，你做会到的吼，慢慢引导吼，啊引导慢慢，互你先会有法当做的，归下先。
中心，中心来上心，因得到啥最上心。但是安尼因得到位是啥？一不行。上面叫做一不行，就是要引导到你，让你了解你有一个不行，你有一个不行。这吼，这才是吼好。咱的一不行，所以讲伊讲六二六三吼转风，这引导到位啊，就是拢变是一不行。所讲出来，听拢是要哪要吼讲遮侪话，无非就是要匠心成分。各位前学，咱的还要做单盘机吼，无非嘛是人间啊，咱真正要来成分呢，吼、哦，所以讲要让咱成分。但是呢，众生的天道无同款，讲法、讲的法就无同款。有的讲较深吼，因为咱有一句话，咱古先生常咧讲讲吼，观之道者，就是观之道道，就是讲看伊根基，伊是内根内根啦。你著爱讲，你著较深的，安尼伊来讲哦，这个佛理是真个深奥，然后吼深深入这个经。经藏啊，地面有海，哦，原来是这样的深奥的啊！啊，你若如果伊是百天百地的话，你甲讲浅，甲讲安尼尔，吼、哦，是无？所以吼、哦，佛陀世尊伊就是呢，那有到迄地位，吼、哦，观之道者，咱目前人嘛是到迄地位啊，都会观之道，都无下都无迄能耐，吼、哦，这种学讲，咱这是耳讲咧分享。哦，感谢人家，咱咱互相在咱研讨哦。因为迄个观机道教是讲，你看伊天气，伊较浅嘞，你就爱讲较浅嘞。安尼伊讲好有当安怎，教你退机，退机伊就发动你的心，安尼伊就发动啊，真真正正教迄道理咧行，安尼伊就受益。如果伊天气较浅嘞，你甲讲较深嘞，袂当磨合，安尼听起来哪像话讲听无？听有够好听，对，真是无好听嘛。哦，啊，你若讲是大一、大二的人，你若讲足切的，伊讲无啥物，安尼嘛无作用吼、哦。所以讲，伊才来讲吼，伊是讲真侪，比如六二六三乃至无所的方便，种种的比如无非就是要引导到一颗心，就是安尼，然后引导到你讲，互你吼，因其他嘛，伊嘛知哦，我来到这颗心。因为他就是讲，伊因是想共，迄个啥，就是人讲到本体想共款的哦。但是都有因吼，因伫个迷呢，是讲你卡到，吼卡到就像像咧。目前人咧比如讲啊，你讲你藏伫这个室内，甲藏伫外口，会伫讲因哪底啊，拢共款拢一样啊。但是经过一年了吼，内底甲外口够共款啊，无共款啊。伊内底较清气，外口个乌个所卡吼，就是讲吼，足乌个啊。同款啊，咱个佛性本来甲佛菩萨拢总同款个，甚至兄弟姊妹嘛拢总同款个。但是呢，因为咱卡较上济，所以就变成有内因、有内气、有钝、有歹，就拢无钝个啊吼。所以呢，伊讲啦，遮拢是在引导一个心啊，如何不信？讲为什么你无要反省呢？你若反省，哦，反省回光返照，反省就哦，我内底讲的不是啊，我三者是假啦，吼、哦，三者就是讲呢，是一种的假因素啦，吼、哦，迷昧时阵啊，把你引导啦，吼、哦，啊一心是实啦，就是讲这个一不生才是真实的实在，就是讲该引导到你有一个本体的心啦，吼、哦。唯一是个，就讲，这就是因缘啦。因缘呢，唯一是个，从因缘培养到成熟的时阵，就传各位前学。咱拢已经听足济个，你着讲吼，听经文化，故甚至咱个因缘做得佛的嘛亲，所以咱才有当研究这套六字坛经。如果咱若是初初拿来，你咧讲到啥物叫做一心，你啊？是无？啊，所以咱真呢，已经来听过了十年过啊，甚至呢，咱来听经文嘛，蛮久啊。所以讲到讲，哎，伊咧讲一个心，就是咧讲咱的本性，咱迄个心，吼、哦，安尼就哦，我来知影，吼、哦。所以来讲啊，
因为一时个，吼、哦，就是讲呢，你已经培养到咱的根基呢，已经成熟啊，有法当进入了到啥不生不灭的分配，互咱了解着咱家己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性，吼、哦，这个这才、个、是一性即实啊，这才是真真正正实在啦，吼、哦。啊，方指甲指甲入体的维系啦，就是讲这方面的法门呢，就是要叫咱吼把这底拢爱去掉，归入了上，归入咱家己的上吼，咱来知影哦。所有吼，全部变来这有句啊，凡所有上，皆是虚妄吼，拢无实在，就是爱把所有外口所有的这样上拢爱去掉。归入了到你家己本身迄个佛性，把这个去掉了后，就你就发动恢复到迄个佛性本体的实相，吼、哦。啊，我归失之后，失掉，失掉无明嘛。是讲你已经归入了到你家己的佛性本体了后，连这个实相的名，嘛袂使讲有迄个名，无迄个名，无迄个形象。已经离离啊，无迄个印象啊。你若搁有一个印象，嘛是爱搁落去一个实相，吼无啊吼。哦，来咱做一下哈。应知所有尽在，应知所有尽在，尽属无逆，尽属无逆。有逆受用，并不作福相，并不作福相，也不作诸相，也不作诸相，也无用相，也无用相。是名持法华经，是名持法华经。将业自业，将业自业。手不涉管，手不涉管。将定自业。将丢弃呀！无不念时呀！无不念时呀！吼，即个讲吼，即所有诶人才啦吼，其实咧讲人才，这是咧讲咱佛性啦，就是讲咱佛性咧所发展出来功用啦，吼，这个人才啊，全部拢是伫咱自身诶啦。就咱咧讲吼，迄个啥，陈先生你分享啊吼。
啊。所以这个德嘛，可以伫咱的心腹所得流露出来，就是讲由你受用啊，由你受用。你着利用伊，你着由你这个本体所流露出来，所得存有心嘛，你着流露出来。所以德跟德，就是咱本来，咱拢每一工，咱拢存伫咱的心腹的。你是讲咱哩有德，已经拢把迄咱的德性吼，咱一个伊的名，咱讲。用力不敌己用啦，啊用力不敌己用啦，所以成叫用你所为的才尽上无力啦，吼、嗯，就是讲这个心呢所发挥出来功用呢，咱爱吼，拢伫咱的本心啦，不是向外，伫咱的本心，所以顶日去甲咱分享的一句话，吼、哦，咱、嗯、有时间吼，咱各位先生呐，有时间吼，咱一三五吼，两点半到四点半吼，咱来来分享。哦，迄种会当互咱看咧小点啥，会当分享吼。由你受用啦吼，就是讲由咱家己本身去受用，并不作主相，也不作主相。就是讲你无老百姓吼，迄、哦、是一个因素啦。即就是讲吼，妙法莲花经内底比如啦，就是讲一个中者吼，伊吼真好个。迄、那个中正真好个，讲这老爸啦，这老爸真好个啦吼。啊，伊个囝也是坐足济吼，啊，伊个后代嘛坐啦吼。啊吼，迄个讲看，迄间厝，像伊足好只，啊，迄间厝呢，内底有够足济吼，囝也是坐。啊，但是呢，迄间厝咧火烧啊，哎，啊，若火真烧，咱火烧咱来走呢吼，无然后走出来死呢吼，来休息呢。可是呢。火烧啊，内底吼，内底足济吼，伊囝伫咧饲食个惯性嘞吼，拢伫内底咧耍，就是讲吼，通做如果讲像我咧爱耍电脑，而且咧耍电脑，迄囡仔吼来耍手机哦，而且你叫伊食饭，敢会来食饭？嗯。对啦，吼，也是咧耍电脑吼，你讲哎，某个人来食饭哦，袂，赶快就这意思，赶快，就是讲伊吼。所谓迄个幻想，伊个主，伊个迄个讲家人，拢伫伊内底算伊吼，伊个伊爱个对个物件就对啦，是咧算，也是咧喜爱个物件吼，拢伫伊内底。啊，但是外口呢，已经呢咧火烧啊，啊伫外口看这个老爸紧张袂？嗯，紧张咧，啊伊佫叫袂叮当吼，佮、哦、啊这個、老爸当然是咧叫。伊个后代跟出来啊，跟出来离开迄个危险吼，就袂叫烧着。但是呢，安怎叫都叫袂出来，尾啊，伊就想个办法，伊就一直甲伊讲：哦，恁人生内底遐个珍宝啦，外口遮吼还佫较济啦，恁跟出来，恁外口遮有恁要爱个物件，吼、哦，恁若要爱珠宝嘛有，恁要爱啥物嘛有，假设讲你爱电脑嘛有，拢有，你着赶紧出来。伊是着要甲引导出来，吼、哦，迄是迄个讲吼，妙法莲花经内底比如啦，吼、哦，就是讲咱呢，伊只要无用想，你若无去遐想，是拢完全呢，拢是由你家己的自性所流露出来，吼、哦，会发挥啦，所以这是叫做啥？是念起发华经啦，安尼这是真真正正吼，咧起这个发华经啦。就是讲，由你自性所流露出来，自性起用啊！咱简老师常常啊，看到我看到吧，自性起用，就是讲，对你自性所流露出来应对的，应对的，无经过吼，叫做啥？思维啦，吼、哦。所以来讲，将业自业手不习惯的，就是讲呢，对白天到晚上啊，什么时阵拢是咧安那，拢是咧想这个。看环境，就是你心中啊，无离开啦，讲无不良事，就是伫你心中呢，迄毋是分离啊，迄就是讲你已经伫咧人讲讲法轮相转啦，已经你时时刻刻在拢照这看环境的意思，伊的理在行啊，吼、哦。今嘛呢，咱来做一趟吼，大王开发。啊，无开发。踊跃欢喜。踊跃欢喜。以其赞愿。以其赞愿。经常三千步。
经常三千步，坐客一顾王，坐客一顾王，未明出世子，未明出世子，灵系为成功，灵系众生功，十类成功。灵系吼，那是灵系，灵系吼，灵系为成功吼，永乐无宽色，永乐无。初中好善良，随地飞体来，原是法中王，殊法，逆金好，逆金好，方可灵。念经精严，不将处，念贤智，又不转上经。未明出世子，就是讲，假使咱若无法当明白了，发自生死苦海的种
无明着了出世的宗旨啦，绝对呢无可能安怎？伊讲吼，明虾为心国，就是讲迄国，就是讲小事啊。咱不断地起心动念，因为咱无了解着出世迄种的宗旨，所以伫这个世间呢吼，伫遮呢吼，在起心动念，直接咧接触，直接咧磨磨不断，直接是非，对不对啊？明虾。人生无法度通晓，因为咱无了解出世之，就是讲，迄、那个脱离生死苦海的宗旨无了解，啊无了解，哪有办法家己的心安得好？无可能安袂好啦。伊咱若看到外口的景，咱就随起心动念嘛。但是如果你若不懂了解迄个宗旨的时阵呢，外口的景，吼、哦、对你来讲都无影响，吼、哦。所以讲呢，就无解啦吼。啊，讲有乐无烦恼，就是讲呢，有车就请呢，有车呢，这拢是一种的方便，方便的法门啊。要引导呢，吼、哦，咱呢，吼、哦，会当的吼，进入了一步性啊，吼、哦，所以叫做方便法门啊，吼、哦。初中后成就，就是讲，下生、中生、上生呢。遵循着这个三心的法门呢，吼，以迄个层次呢，吼，来善加修持啊，就是讲渐渐地日进日进，吼，啊，随你火体来，就是讲讲什么呢？咱人拢知影吼，火体嘛，咱有个人，比如吼，比如讲这个世间就是火体，吼，讲火世间两火体，但是只所讲的吼，另外的观点吼，伊咧讲的火体就是讲伫世间有个进。伊个比如，发达伊所讲个比如吼，随机会得人，伊个比如咱只身躯，就讲咱只身躯内底有一个啥，原是发中吼。我只身躯内底，所以已经体悟到迄个性啊。你看伊讲，随机会得人，我即马只我拢体会着讲，伫我个身躯内底有原是原吼，就是讲吼本来吼。发狂就是发，吼、哦！我来伫我的这个身躯内底有一个呢佛啊，就是自性佛啊。啊，发狂主呢就是呢菩萨，啊，发狂就是佛，吼、哦！你看伊个体悟到了吼，就是咧讲咱个身躯内底有一个佛，所以阿咧讲呢，随地火体啦，原是发中狂啊！啊，我来底有。的不做吼，出来人讲平日是骨，偷偷是刀吼。你看这种讲讲到咱迄个本体呢吼，啊输啊吼，有做呢吼，就听人讲安尼个才讲啊，你已经了解，所以来讲，入金方可明两金两金金啊，吼，安尼知影讲啊，那个你真正了解了，安尼你会当上经，因为上经是安尼上，唔过你内底意思。咱你的念经吼，啊，不过你会照经的去行，所以讲你真正咱称呼是念经经啊，不是讲吼念文的经文啊，是真正念到迄个经内底真实的啊吼。啊，发达的教主领下子呢，有不上这个。做，有不做上经的，讲都无停止啦，我照常吼。照常咧读啊，所以吼，咱去袂记诶，伊咧当啥？哦，真正吼，做老多就是安尼啦。所以会袂记错了，样讲就是做吼。啊，来咱就讲，像咱今仔日吼去台北吼，咱就曾经理啦吼，曾经理代表曾经理因妈妈开公司吼，啊，咱去先去啊拜一下吼。啊，迄个曾经理吼，提一条吼，迄个讲咧，迄连看了捌看过，连念嘛捌来。轻轻开开哦，阿妈，轻轻弯弯哦，我一点都唔捌看，哦，迄就是一字吼，高三字吼，就是哦，哦，我赶紧看嘛，哦，看一看，哦，这样这个，啊，发展吼，发展这段吼，发展，哦，这段就是讲来，伊来清洗了这个吼，咱的迄个旧资料，已经了解到《法华经》。伊遐那修持，
所以呢，把迄个心得讲出来，啊，咱呢就讲吼，这个六祖嘛专业，所以就做了来讲啊，那边真真正正会当吼，叫做念经经啊，是，吼，啊经嘛呢，咱就要记住了吼。那当时哈，那当时呢，咱六祖那阵啊哈，人讲哈，南东北疆嘛哈，那当时呢，伊是做客哈，伫遐咧弘法哈，所以呢，所谓修行人哈，那有啥物疑问，也是要去哈，会当哈，明心见性法门哈，伊知影已经哈，得到这个那个顿悟，哈，会当超脱生死，所以伊啊清净。啊，即马来，即马另外个即个和尚吼，哦，各有各个感叹呐，吼，咱介绍即个来看吼，来，经地通，经地通，寿州安宏林，寿州安宏林，看，令令听经吼，令听经，看令听经，令，万千如白。八千一遍，二不悔，三心四谛，三心四谛，礼数求解第一，书法，书法，三心正，三心正，清净发心，清净发心，逆知性也，逆知性也。圆满报心，逆知地呀，逆知地呀，千百亿化心，千百亿化心，逆知行呀，逆知行呀，欲离本性，欲离本性，别说三心，别说三心，即名，即名，有心无地，有心无地，欲何三心。若我三心，无有自性，无有自性。即名数字菩提，即名数字菩提。哦，即嘛，即个地通，即个和尚啊，吼，伊看诶，即部经吼，聆听经吼，聆听经吼，诶，严先生，你可能看过吼，林姐，林姐姐。我是讲另外一个先生，南无祖师佛。哎，对，南无祖师吼，虽当时吼来到咱中国，伊是传这部经《楞严经》。这部《楞严经》吼，就是讲遐菩萨，伊讲的亲，就是讲吼针对菩萨的修持的方法，不亲啊，都是菩萨的境界在修持的。所以呢，咱就讲吼，就南无祖师。伊来传，传到会，传到五方祖，恁前日传到五方祖时阵，五方祖呢，伊无搁传，伊传啥？伊传金刚经。所以就是因为咱五方祖传金刚经互六祖，所以经啊，恁前日人也较无咧看，拢看啥？金刚经。金刚经吼，会晓内底意思，袂晓内底意思，拢无要紧，但是刚刚创啥讲个金刚经，拢知影。咱们爱金刚经讲知，嘿，啊，所以呢，当迄个咱玉祖呢，吼，伊要证要甲证道的时阵呢，吼，甲伊迄个三地二识了呢，吼，伊加细了，啊，甲伊说金刚经到第十分，吼，就是庄严净土分，诶，应无所住离心离心，报告啥，吼，啊，对，一分就对啦，一直报告这时阵呢，伊就迄个。应无所住离心离心，迄就是定觉。安尼呢，六祖开悟，伊甲印证。所以咱六祖就讲啊，讲一句，咱这若是咧复习吼，伊头来讲，伊就先讲，就讲吼，好己自性，不自清净；好己自性，本不生灭；好己自性，本自具足；好己自性，本无动摇；好己自性，人生万法。所以呢。咱五祖就讲啊，安尼你已经知影，已经了悟啊。哎，伊做咧传是安尼呢，毋是像咱安尼来吼，啊咧甲咱讲吼，你个毋是个是伫遐，然后咱老师旁边甲你点开你个玄关窍，然后咱真个是安那，先一定要修。较早是爱先
了解人生，互你见识，啊，见识头脑修开咱的生活，吼、哦。所以来讲吼，这个你看这个令茄经吼，为情感啦，哦，但是呢，伊无法当了解